热情激昂的原民传统舞蹈让观众们目不转睛。由台湾原住民文艺观光经济发展协会主办的南投县原住民文化交流展演，让各地的族人共襄盛举，呈现南投在地的文化特色之外，也让各族群互相交流连结。原民文化的艺术展演活动中，也特别将第八届原住民杯全国流行舞蹈大赛的中区初赛共同办理，巧妙让原民元素跟主流文化互相结合，也让更多人了解认同原民文化。因为为什么会融合，就是我希望说可以把原民的文化跟流行的舞蹈去做一些结合，然后让更多年轻人喜欢，除了喜欢街舞，然后也可以融合到我们自己的原民的文化。透过文化展演、竞赛以及原民歌手演唱等，除了希望推广原民文化艺术，也在顺应时代变迁下，将传统与流行相互融合，激荡出不同文化的特质，也让更多族人意识文化传承的重要。原视新闻婚礼南投埔里采访报道。